喜洲的 AVDS。 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眼眼，今天我们去吃喜洲，怕你们忘了我还有个热点。Go。 一个美乃滋虾炸鸡块，一个牛肉饭，一个烧鸟饭，加一个温泉蛋。好多人说来喜洲没有前菜啊，前菜只有晚上晚餐才有。美乃滋虾喜洲的 VVDS。 刚才没形容这个美乃滋虾的口味，这个美乃滋虾是甜辣为主，香甜辣这个感觉，让你吃一个想吃第二个，非常的开胃。这才要不要改名为 VVDS？ 极昼 VVDS。 配的这个萝卜解腻用的，这个就是极昼招牌的烧鸟饭，这个是鸡胗，这个是鸡腿葱，然后这个是鸡肝，这个大葱，这里面就是经典的五种串啊，都放在里面。这是鸡皮，吃的时候加一个温泉蛋，挖个小洞，别忘挖洞啊！不挖洞，它这个蛋打进去它就跑了。看一下这个流心的感觉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带个屎，带不带感？体验高碳水的快乐。斯基卡拉盖，亚米斯基就是吃了停不下来的意思，吃了会上瘾。哦，哎呀哎呀，差点咬到嘴了。再来口米饭，简直是完美的一天。今天消费282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烧鸟饭的啊。如果你们不喜欢吃内脏，不建议你们点烧鸟饭啊，还是点牛肉饭会比较适合你们。行，今天就录到这儿，我就偶尔拍一期啊，怕你们忘了我还有个日料店啊。行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